男人减肥早餐应该怎么吃。很多男人因为饮食不当或者不良习惯，造成身体出现肥胖的情况。男人减肥应该怎么办呢？其实男人在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，尤其是早餐更要注意。那么男人减肥早餐应该怎么吃才健康又能减肥呢？具体请看下面的介绍。一、早餐吃什么减肥效果好。一、吃适量全麦食品和谷类食品，谷类能提供稳定的热量，而蛋白质、脂肪和高纤维食品能给人饱腹感，并且维持血糖正常。女性早餐越来越倾向选择含脂肪少的食品，她们更喜欢吃谷类食物。从营养观点出发，对这一趋势应予以提倡。二、注意摄取维生素、叶酸和铁。25-40岁女性的早餐应至少满足其每日所需维生素和叶酸的一半，特别是维生素 C 和铁。当今大多数女性都没有从食物中摄取足够的铁和叶酸，肉、肝脏、海带、木耳、菠菜、油菜和满足50岁以下成人每日所需的20毫克铁的需求量，而其他维生素可以分别从水果、面包等摄取。减肥早餐有两类食物不宜多吃，一类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食品，因含有大量淀粉和糖分，进入体内可合成更多的有镇静作用的血清素，致使脑细活力受限，无法最大限度的动员脑力，使工作和学习效率下降。煎炸类高脂肪食物。另一类是蛋黄。煎炸类高脂肪食物因摄入脂肪和胆固醇过多，消化时间长，会使血液或酒滴积于腹部，造成脑部血流量减少，因而导致脑细胞缺氧，整个上午头脑昏昏沉沉，思维迟钝。四、早餐最好吃暖的东西，流食比较好，对于减肥中的 MM 们更是适合流食，既营养又饱腹。五、早餐不宜冷吃，对肠胃不好，更不利于消化吸收。六、不能空腹喝牛奶，对于肠胃功能影响很大，如果长期喝的话，很容易患高血压和冠心病。牛奶。七、多吃鸡蛋。研究发现，早餐吃鸡蛋的人，他们在一整天里会较少感到饥饿。八、多喝酸奶。酸奶所含的一些菌类可以促进消化系统的健康，减少腹胀、便秘，让你的小腹看上去更加平坦。九、进餐前先喝茶水，可以在肠胃形成隔膜，有效防止过多油脂的摄取。茶深，多吃杏仁，它所含的镁是身体产生能量和维持血糖的必需品，而稳定的血糖则能有效防止过度饥饿引起的暴食及肥胖。二、吃减肥早餐的最佳时间。吃减肥早餐的最佳时间，早餐最佳时间7至8点。医学专家指出，人在睡眠时，绝大部分器官都得到了充分休息，而消化器官却仍在消化吸收晚餐存留在胃肠道中的食物，到早晨才渐渐进入休息状态。一旦吃早餐太早，势必会干扰胃肠的休息，使消化系统长期处于疲劳应战的状态，扰乱肠胃的蠕动节奏，所以能在7点左右吃早餐最合适，因为这时人的食欲最旺盛，所以不要因为起得早就提前吃早餐，起床后可以先舒展一下筋骨再进食。三、减肥早餐食谱推荐。一、地瓜粥。大家都知道，地瓜是最能减肥的一种食品，粥类最值得推荐的就是它，早上吃最好。一个是能够增加胃肠蠕动，帮助清理肠道毒物。你可以，如果早上吃不多的人，可以适量减少粥的分量，喝粥后可以再吃2片苏打饼干或者1瓶酸奶作为补充。做法：取适量的米洗干净，下锅加水煮沸，然后改用小火熬20分钟左右，取大小适中的地瓜2个，然后洗干净去皮，切成小块放入粥中，即使用小火焖多20-30分钟即可。二、燕麦薄片。这款早餐可以提前1天做好，第二天加热即可食用。燕麦深受减肥人士的喜爱，是很有口碑的减肥食品，
因为其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而且非常有营养，不仅可以瘦身，而且对人体很有益处，多吃有利健康。做法：将葵花油和黄糖粉、牛奶搅拌均匀，加入适量盐，再加入燕麦片、小苏打粉搅拌均匀，把它们揉成团，然后分成小团，擀成薄片，刷点牛奶在上面，撒芝麻，放到烤炉里，170度20分钟出炉。三、八宝粥，这款粥可以提前一天做好，第二天起床加热即可。里面的各种果仁富含蛋白质、食用纤维、维生素，豆类和谷类也能为你提供不同的营养，既有利于健康又可以瘦身，还是养人圣品呢。做法：将红豆及花生洗净，用水泡2小时，倒掉水，然后放小锅里，加300毫升水浸盖，中火煮30分钟，关火，保留煮豆汤，莲子用水泡2小时，捞出，把莲心去掉，红枣洗净去核，葡萄干洗净，糯米及黑米淘净，泡2小时，沥出，取一个大烫锅，放入红豆、花生及煮豆汤、莲子、红枣、葡萄干、糯米、黑米、松子仁，2000毫升水，用大火煮开，横放2根筷子在锅上，将锅盖放在筷子上，把火调至中偏小，煮1小时20分钟，期间用勺偶尔搅一下，以免粘锅，加冰糖，少搅，小火煮30分钟即好。四、全麦面包加牛奶燕麦片，早上人体好吸收氧，氧促进人体脂肪燃烧，而钙是加快脂肪燃烧的，燕麦让人体新陈代谢快，排毒。五、黑米粥加燕麦馒头，早餐吃什么减肥？早上吃些粗粮好，但切忌放白糖，少量冰糖就好了，这样不长胖，还有利于你自己的营养吸收，而且这个搭配是低热量的，减肥 MM 可以放心食用。六、苹果搭配鸡蛋和果汁，大家都知道膳食纤维素是减肥的佳品，它可以加快肠道蠕动，帮助排出体内废物，苹果正是这样一种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的水果，再加上鸡蛋当中丰富的蛋白质，营养有减肥，再搭配一杯新鲜的果汁或是蔬菜汁，这样的减肥组合真的是再完美不过了。上面为大家介绍了男人减肥早餐怎么吃更健康，广大男性可以试试上面的早餐食谱，对我们的身体非常不错的哦，不仅能够补充足够的营养，还能调理身体，同时还能起到减肥的作用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